他现在凭什么去娶别的女人？人的心思都是会变的，我也是。爸，我之所以离婚，是因为我对你儿子没了感觉，把石家给他也不是我大方，只是石家是我爸妈的心血，我做生意呢，是真的不太行，所以才给了顾廷琛。胡扯，你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？ 我怕他再说些什么，赶紧起身离开。我从车库里开出自己的车，在口子上看见顾廷琛，我想绕过他，他却把我拦下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很想谈恋爱？跟你没关系。石生，你还爱我？是啊，我爱你，你反感吗？开车回石家别墅。算了吧，我不想带你去石家。那就回顾家别墅。